连假三天，国道上涌现车潮，国道5号塞最惨，回堵6公里以上。连假大塞车，交通部长贺成旦提出 ETAG 全程管理的构想，还希望地方风景区也纳入 ETAG 管理。只要拥塞时段在景区过度停留，就要提高停车费。觉得这样会影响客人想要来的意愿呢。对，现在的人都比较，他会觉得这个是多出来的费用。将风景区纳入 ETAG 管理。 但台东花莲根本没有国道，也没有 ETAG 感应器，要怎么得知民众停留太久呢？目前台东没有 ETAG 这一些相关的配套，我觉得需要再做考量。如果说在风景区停留越久，那要增加费用，那这个好像跟带动国民或者游客的旅游，好像有一点背道而驰。 不要以市民争利，要就是要去开阔别的财源才有用。另外，贺成旦认为雪隧塞车是因为通勤族、周休族、花东过境族三种车潮挤在一起，交通部将针对周休族和花东过境族以价质量。提出以价质量的还有宜兰议长陈文昌，他提出征收入城税，让进入宜兰的人数可以控制，收益还能改善大众运输。 只是多收取费用以及ETAG全程管理的政策，学者认为理想性可能过高。政府提出新政策前，应该谨慎思考，免得引起民怨。记者林医生赖永成、宋乔一，台东宜兰报道。